下画画。소환사의협곡에오신것을환영합니다미니언생성까지30초남았습니다塞拉斯我没怎么玩过，我不太会玩。但我玩小绿人还行。这叫悟空更喜欢耍黄瓜。我希望你们能不能给点力，别老让我塞。把把崩，把把崩，下路菜的跟个鸡儿似的，累不累？能不能对得起自己的白银段位？谢谢一辈子的朋友。我扎你，扎你，扎你，扎你！你想挖坟？那不可能！我扎你，扎你，闪现点燃扎你，大子。撒浪嘿哟！压了。来这个吧。谢谢大鼻子露珠的20个办卡，还有3分钟开奖啊！哎，漂亮啊、嗯！终于刷人了，好了，加速死了。看样吧，加血也不交，长交了。踩。没踩到，扎你！啊？哎呦，这边没，可惜了。扎你！扎你！好渣蓝莲汉，完了，我的炮车。漂亮，回家了，才4分钟啊，那赶紧回家吧。来，收割者吧。也可以先来个西地海，算了，先来这个吧，省着没有虚区，先来点基础法强。아군이당했습니다完，嗯，下路又是个弟弟，为什么要说又呢？
화근이 당했습니다. 谢谢冰川征服彭晓东，还有20秒开奖啊！哇哇哇哇！这就不能让我扎一下子？谢谢大鼻子露珠。你越是这么猥琐，你一会儿越得死。因为我马上升六。鲨鱼，我错。越是猥琐越得死，这波赶紧的把线一推，可能还能不死。学个一技能，你这炮车你就别吃了啊！这波草丛咱不去啊。小心一下蓝枪，其实我打不过他。那下路咋这么丁巴菜呀？这一定是魔咒。鲨鱼吃饼干，哎哎，我扎你的老婆，哎，50，线儿没完全进去，我靠！我差点受饿者，我差50，谁借我50块点的？我吃点饭，等个50块钱。无敌了，出这个蓝不够，我有水晶瓶，那你要不你出啥呀？出泳霜啊？哎，扎，戳，扎。
两个不要紧干。还好玩的是小驴人，这边 ADC 活不长。你干啥呢？啊？你为啥传我面前啊？我就没明白了。哎，可恶！不让我拆塔，真可恶。第二件我们出乌妖，收割者西地海美甲窃魂卷，乌妖沙漏接猫子，来杀扣，我把这蛟月杀了，老老的还敢上来，给你狠，先吃个药加个移速，直接开E戳小兵放大，再见扎扎扎扎扎戳 sweet 原木岩去中了，挖坟岩去中了，然后蛟月也崩了，也不知道换什么路。三换二还行吧。那峡谷先锋谁打的？怎么没了呢？你回来，我扎你！呼！这波有点装杯了啊！戳走！哎呀！怎么扛塔了呢？而且他那个E那个R的好远啊！装杯了，800块，给了蛟月800块呀！可不能装杯呀！这要把我塔给我拆吧了，拆的有点快呀！啊！拆地这么快，我靠！这拆地太快了。出金身，要不没了。我跟你说，现在需要出的装备不是金身，知道吧？现在需要出的装备是什么？是巫妖。现在我们必须一个戳就直接戳人半管的血，否则这把他就赢不了。啥也不懂，现在出什么金身？挺疯狂啊，挺猖狂啊！这蛟月，水银海，看着没？少伤害，少的不是肉，少的是耀光的伤害。下路杀掘墓人，
而不是应该在这里杀 ADC， 你干啥呢？哇塞！掘墓人300块值钱了。你们就没人，没有个人守个上路呗，就上路就是没人去守呗。中路连个塔都没有了，站中路干啥呢？哎呀，我的天！好累呀，跟你们玩游戏。差200块钱，正好200块钱出门打出来，打出来以后小龙团一波，小龙团完一波蓝枪一杀，700块直接出杀漏起飞。还是差点钱。我在想是先杀对面 AD 还是先杀对面的蓝枪，后来我仔细想了一下，还是先杀蓝枪吧，毕竟蓝枪比较脆，而且蓝枪是1000块呀， ADC 只值300。鲨鱼哎呦我擦，弯寒着刀乐死，假装走了，其实不走。下路来个 AD， 把他一杀。皎月来了，等随时回家。哟吼！给我点信号，就爷的这意思。你还给我点信号，您配吗？您那一技能留一手，万一这蓝枪来了给我崩了不合适。好，可以不留了，马上蓝够用，走。哎嘿，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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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还追呀？啊，还追呀？打他一狂风之力，血钻，出个沙漏，90秒吸地呢。看看大招能不能放到对面蓝枪身上。沙口没带呀，沙口，
哈口没再不打了，下边再说吧。我勾了，看你们的辣兄弟们，我感觉我盯慢了，我再盯快点好了，盯慢了。大龙啊，啊，大龙打不打呀？把这卖了吧，我们要个大棒的。不出美甲窃魂卷了，不划算。直接撇 R 撇蓝枪，必须得没视野，有视野确实是撇不到他。我只是想尝试一下，我看看这蓝圈反应到底有没有那么快。我一问他是个笨逼，我啪一个撇，哎，他撇上去了，他死了。咱们不血赚吗？大都没，不是，不用放别的技能了就。后来我发现蓝圈并不是一个笨逼，闪现给也中不了，他横着走，你怎么给他也给不到。杰哥掘墓人，躲一下 E， 这个给杀抠了。来 ADC 拿一个，没事，我马上杀戮。叮，几个人？对面还剩仨，我们家剩几个？剩四个。你直接一抠他呀！搓一踩，看你的了，一枪秒掉，可以。小龙，小龙，小龙。蓝枪杀十二个也不过如此嘛，也就十三级。什么修带呀，不值一提。来，大龙搞一波，直接开了。扎死，戳一下，想杀我？对不起，没有用。你们为啥不打龙啊？对得起谁呀？我的妈呀！这龙不打，我看谁敢上。完了，管我干什么玩意儿呢？我杀个锤死你。哎，我杀口
真就我们死了就全剩废物了呗，我的天哪，你们能打龙吗？你在这跟我扯淡呢是不是？啊，能打，你这打的老快了。雷给吞，还行吧，打死一个。杀蓝枪还不行，杀蓝枪以后还得杀好几个。那小绿人这英雄就没那么多持续伤害，就这么点儿。我还没有猫着呢，有猫着伤害才更能够高一点。不，那啥都指望我呀，持续伤害得你们打。美甲窃魂卷就不要了，把猫子除了。来呀，怎么打起来了？那小丑是 AP 的呀，鲨鱼。这波鱼放的不好，我想一闪来着，没踩着对面 AD 吗？还是怎么回事？我一闪没踩着对面 AD 吗？不应该呀。回家了，来小龙，拉斯之牙没用，我的伤害就够打一套了。什么装备，我操，他把我Q给我躲了，要不然这蓝枪死了。别急 ，poke 呗 ，poke 谁怕谁？他们家中路兵线这样式的，不怕。来，我看这个台龙，马上等我大招呢。我等大招，我在等技能，你们在等什么？啊，我在等技能，你们在等什么？来，开龙，拉出来，来。先把那皎月杀了，不能上了啊！你点他呀，你怕啥呀？我其实也没好玩好，我的 E 技能没用好。
我的 E 技能没太用好，玩吃了，不行，这小驴人没经常玩，慌张了。小龙是谁的呀？小龙是他们家的。AP 小丑连个屁用都没有，我只能说连个屁用都没有。你让我去打侧面秒杀，你知道这把最恶心的是什么吗？是锤石的眼儿放的特别多，我没法去后边，我找位置找不到，他不让我有位置能上，你知道吧？他们家针眼儿你可以看着，全是针眼儿，一粒的针眼儿。这蓝枪还好啊，他是没出什么魔抗过。我搓，来四，掘墓人零杠六打成六杠十一，妈像个人了，真是。OK， 可以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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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打。够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杀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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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掘墓人给我杀了！你别放技能啊！再见。漂亮。哎呦！叮叮叮！哎呀，我闪呢，咋没出来？没有叮吗？先杀蓝枪，给大风墙，漂亮。哎呦，大龙吐一口。哎呀，漂亮，大龙！连大龙都在帮我们，你们怎么赢，小伙子们？这进的装备咋这么烂呢？小龙吧，这一波我告诉你们啊，你瞅这，你瞅那锤石没，可膈应了，那锤石，我操了，赶紧把这锤石给我杀了，你知道吗？真鸡巴的，这个锤石是真膈应人的，他老来放眼，他放眼比我们家放的快。哎，好大，漂亮！虽然我死了。哎呦，我漂亮，漂亮！这怎么回事？躲来躲去还是中了？你咋这跑了呢？有没亚索呀 ？ADC 没火炮吗？怕成这个样子？他好害怕呀，我天哪，他好怕呀，算咱不指挥他啊，咱们不指挥他，你回头点他呀，他没技能，他一完以后上来的，你为什么不点人？就知道跑。
除了逛街就是逛街了。除了逛街也就真是逛街了。大龙，那龙魂还是他的呢。我已经两千血就上了，他怎么还是把那龙给秒了？我的天哪！你别点亚索了，那亚索还行点儿了，确实。那劲啊，是真他妈的是让人脑袋都疼啊！那劲啊，劲玩的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那劲给你玩的，我的天！看见人家辅助没？盯着我，我没什么办法。我本以为这 AD 让他两个人头，他能像点人，是真是不太行啊。我不是埋怨他，你最起码人家家 AD 这样式的，你怎么的？你是差啥了？对面怎么的？就对面是王者的，我们家都白银，不让说。不要了，这塔。你最起码他不可能不会点人，我打这么多把也没见过哪个 AD 连点人都不会的呀。那满血搁后头晃，我从来没见过哪个 AD 能像玩他这样似的，我打了这么多把，头一个人这是。准确的来讲，他连放技能都不会放。而且他们家的锤石一直保后排，我根本我上不去。挺吓人呢呀，哪来个皎月，确实挺想骂人，说实话。骂吧，真鸡巴生气。
back， 哼 ，gap， gap， gap， 这个 bag， 这个 bag 主要是什么的呢？主要是我想考考你们的英语，知道吗？啊，主要是我想考考你们的英语。Head。随便玩英雄这么难呢？这么难玩呢？嗯，